霍公子见谅。什么叫霍公子？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海神朱家的子公司同朱深打好招呼，买下来，懂吗？啊，是是，应该叫董事长才对。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朱家这家公司断了所有与赵家的合作。至于朱家别的公司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您放心，哪怕是朱家最小的一家工厂，也会停止一切与赵家的合作。行，走吧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千万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是，我知道了。邓经理，这是我特地托朋友带给您的，知道您喜欢，还没捂热就给您送来了。这可是好酒啊，多亏王兄记挂着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邓经理，这里面是50万，那个项目就靠您了。弟妹说笑了，我们之间哪里谈得上麻烦啊？哈哈哈哈，邓哥说的是，我俩的关系那可比金都尖呢。邓哥，弟弟这儿还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你。你说。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感谢邓了。刘总经理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我还以为朱氏换顶做主了呢。我哪敢啊！刘总经理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你有什么不敢的？桌下的，兜里的。这些年在这个位置上，没少收东西吧？是多少项目的回扣，私下买卖，多少进公司的名额？我告诉你，邓总。这回算是踢了铁板了。我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刘三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这可是上头的决定。老师。您交代的事情都一一办好了，效率不错嘛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董事长，你又在哪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想办法把赵家赵晶晶抓到我们公司。赵晶晶？可她不是赵家人吗？记得把赵晶晶招进来，并给她最好的待遇，绝不能让她受到一点委屈和欺负。是。和赵家的合作依然停止，对吧？还有，无论是赵晶晶还是赵家的事，都不能泄露我的身份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你们俩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朱氏和赵氏的所有合作都停了，这事儿因为你吧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哎，姓邓的。要不是你保证绝对不会出事，我们怎么可能找你啊？哦，结果你自己出事了，还连累我们。我还没找你们，你们倒是找上门来了，老子怎么会因为帮你们丢了工作？混账东西，你现在可不是什么朱氏集团项目经理了，你拿什么胆子这样跟我说话？你自己办事不力，关到我们头上来了，你当我们赵王两家好欺负的吗？你们要么三天内把赵家所有的损失给我赔了，要么你出什么意外我们可保证不了。出
你们非要逼死我吗？呸！这个窝囊废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在这儿？ 你们还是担一担你们自己吧。赵家现在估计已经团乱麻了吧？是你？不可能！就你这个窝囊废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说吧，究竟使了什么龌龊手段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跟我们作对，否则我到时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 蠢货，先解决你们这些麻烦再说。霍峰，我会让你不得好死的。你跟那个窝囊废已经三年了，除了一年不如一年外，还有什么？你还要继续和他耗下去吗？ 现在赵家陷入危机，那个窝囊废能做什么？奶奶也是为了你好。哎，你嫁给李公子，不光是对家族好，你也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富太太生活。小女啊，哎，我这个孙女啊，打小脑子就不好使，但是我会劝她的。 他会迷途知返的。哎，奶奶，没事儿。今天他总会明白我的。哎，奶奶，我是真心喜欢晶晶的，你放心，我会永远对她好的。<笑>你要干什么？哎，晶晶，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和晶晶的家。 我凭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呢？奶奶，给我坐好。李公子才是我们赵家给晶晶订的好孙婿，你连他的一个脚趾头都不如。你就给晶晶买了这么一个破戒指，打发乞丐吧。 晶晶，嫁给我吧！晶晶，看来李公子送你那么大的钻戒，诚意十足。哎，赶紧答应吧！你，晶晶这辈子只是我的老婆，今后会让她过上好日子。你们要是谁再敢打她的主意，都得死！ 你说什么东西？敢这样对小爷我说话？我李宇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呢。到时候你老婆在我身下求饶的样子，我不介意发给你看看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敢打老子？ 李公子，李公子，你这个欠杀的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必须跟他离婚，否则我就不是你的孙女儿。奶奶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你老婆都被逼着改嫁了。对不起，晶晶。 你就只会说对不起吗？晶晶，我们不会离婚的，我也不让你嫁给别人。
哎，海城李家，你知道吗？李家好像是上个月求着我们合作那家公司。断掉和李家的所有合作，有问题吗？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老婆都被逼着改嫁了。对不起，晶晶。你就只会说对不起吗？晶晶，我们不会离婚的，我也不让你嫁给别人。事情我们解决好了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李公子，咱们今天就算了，我会给你想办法的。不行，不然今天我这全白挨了。今天他必须得答应嫁给我。刚才还没有打过我。会打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窝囊废一个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李家只要动动这手指头，就会让你在海城混不下去。晶晶，你还不求了李公子娶你？你真是会卖死我们赵家的。奶奶，我和法律上的丈夫在一块儿天经地义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赵晶晶，我再警告你一遍，跟你这个废物离婚，不然你们赵家的所有产业一个都留不住，到时候流落街头再求我可就来不及了啊。谁流落街头说不定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什么？还你，给我等着，给我等着。你们把李公子端回来，我们赵家怎么办？那个畜生走了，你这个老婆子还留在这干嘛？你以下犯上。晶晶，你看看这个窝囊废，敢对奶奶不敬！奶奶，你要是一直这样，我们家确实不欢迎你。好，你们两个好样的！晶晶，其实朱氏环宇集团董事长就是我。环宇集团？你怎么可能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？环宇集团可是朱氏旗下最重要的产业。我真的是，刚才那个畜生急匆匆的走了，就是因为我打电话派人断了所有与李氏的合作。也不烫啊，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如果我拿出证据证明呢？你说就行了。那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好。你手里唯一一家公司都被你奶奶控制住。你现在是在找工作，对吗？嗯。要是我可以让你成为环宇集团的项目总经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环宇集团的项目总经理？这怎么可能？以你的能力肯定可以轻松胜任这个位置吧。再说了，你老公可是董事长。明天赵晶晶会去面试项目总经理一职，给他最好的待遇。老公，这是真的吗？明天你去看看结果就知道了。奶奶，赵晶晶那个死丫头她怎么说的呀？哼，她不仅拒绝了李宇，还居然跟那个窝囊废串通一气，想气死我。那这可怎么办啊？赵家王家都等着资金救命呢。
老公，你先别生气。奶奶啊，你也别着急。赵晶晶这个死丫头要是不愿意，我们呀，再想想别的办法呗。啊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呀？事到如今啊，我们可以去找环宇集团的新任董事长，拿赵晶晶她爸妈的那几分产业。我就不信了，还换不活我们赵氏。那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孙女儿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等解决了赵氏这堆烂摊子，必须让你妹妹跟那窝囊废离婚。奶奶，到时候直接把人送到李公子床上，这生米煮成熟饭，不怕事儿不成吗？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还是我孙女婿聪明，到时候那个贱丫头不愿意也得愿意。